但是啊，就是咱们拿这个佛教里讲的这个戒律来举例子哈，就是说有些东西是不是永恒的？比如他们讲啊，就是说杀盗淫妄酒，这个他这个戒里边有什么根本戒，也有什么别的程度的戒。比如说这个酒啊，实际上在某种情况下不见得说那么戒，但是比如说戒杀，说这是什么永恒的，就永神不管到了什么时候，你杀人都是不对，这叫根本大戒。那么你看啊，好像说三字经弟子规在很多具体的枝条上来讲不能那么较劲了，对吧？因为它不是那个他们说农耕年代嘛，那个时候啊。可是啊，从咱知道从基本精神上来讲，就说仁义，你比如说你今天你交朋友是不是还是要看这个人仁不仁，义不义，忠不忠，信不信，这些东西是不是还是比较基本。但是呢，你知道有一个钱文忠教授就在百家讲坛讲，他就讲弟子规。后来我就发现中国这个都是讲一套，可是私下里呢，媒体采访他，他又深有感触的说，他说其实你让孩子怎么按照弟子规，说你要让今天的孩子真的是按照弟子规里说的那样去做人，忠孝仁义，对吧？他在这个社会上会吃亏的，哪个父母忍心把自己孩子培养成这么一傻瓜？你说怎么办呢？不，他这个里面就是，其实你也是你选择工具不当，就是有些好东西是可以传下来，但是我们其实现在可以反思说，他为什么这东西是好东西？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讲人情，喜欢讲人情，不太喜欢说那个这个钱银分明，喜欢说我们能够互相帮忙，这个实际上是跟以前的这个他那个社会规范，就是跟社会结构是非常配合的。因为那个社会规范里面，他没有，比如说那个，我记得陈志武教授在那个《金融逻辑》说得很好，他那个时候没有银行，没有信贷，那你是不是你比如说你要修个房子，是不是得亲戚朋友出工出力，然后帮你修起来？下次他修房子的时候，你有去帮他出工出力，这实际上是一种用亲情来做信贷的一个方式。没错，没错，对，这陈志武就坐你这位置上，我印象很深，你知道吗，光妹？就说。照这金融学家看来，你以为中国古代人讲什么孝是多道德吗？他说那是古代农耕时代没有金融养老保险的时候，这是用道德的方法啊搞的一种养老保险，养儿防老吗？培养这个孝，然后呢老人就老有所养。他说但是现在事实上用不着了，你可以买养老保险。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如果你儿子不给钱的话，你就可以告他忤逆，这是可以的，这法律上规定的。我觉得什么东西立不立废不废，我觉得还不是最重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因材施教。就您刚才讲说像这些东西流传数百年下来的东西，你说它真的这么糟，真的这么坏吗？是不是反映现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讲，它教人要忠孝节义。你面对，就是你面对，你面对不同小孩子的性格的时候，你要灌输给他的东西其实还真是不一样。你面对一个特别抠门的小孩，你可能要告诉他分享是比独自占有更快乐的，但是你对一个可能他生下来性格就是挥金如土的小孩子，你要跟他讲说要节俭啊，你要节俭才能够怎么着，你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你不能同样一个教条式的东西，你背下来就有用吗？其实是这样，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这个教这种传统经典是偷懒呢？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是因为现在中国本身为什么你说钱文忠说小孩学了《弟子规》就会吃亏？因为中国现在社会本身这个社会规范没有建立起来。中国那天我还听一个研究家说的话，说中国现在是比西方发达国家那个市场化、产品化还要深重，就有很多公益产品本来都是一个政府行为或者是一种公益行为，在中国全都把它产业化了，比如教育，比如公共教育，这难完全把它产业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教大家按照社会规范去行事，而不是按照市场规范的话，那肯定吃亏，他肯定被人骗。是啊，现在老实人吃亏啊，你这也是真的呀，对吧？而且我再说另一个，你比如说你说你三字经啊或者什么啊，这是古代的东西哈，你不让孩子接受了。但是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小孩儿，那你说人总有从小耳濡目染的
一些东西，咱就好比说你这个语文课本，嗯，对吧？你知道最近1930几年的时候，嗯，叶圣陶编的《开明国文讲义》，对，一个语文课本，开明国语读本，丰子恺配的话嗯，非常热卖，说卖了几千万本的，对，又重印，这家长找到，就说这个时候的语文课本传递的都是一些爱大自然，嗯，人与人的相爱、好奇心、童心，对吧？但是与此相对的，最近我看有几个干你们这行的，嗯，有几个人专门挑刺儿，给现在的孩子们的各种版本的语文课文挑字儿，嗯，这一挑啊，都挑出笑话来。你就知道你拿什么教育我们这小孩儿，嗯。说里边有一，比如说有一篇陈毅探母的，嗯，陈毅是我们一个老革命家了，嗯嗯，说陈毅探望母亲的课文，嗯，原来是瞎编的，就没这事儿，你知道吗？还有一篇课文说爱迪生给他妈动手术，嗯，爱迪生也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嗯，就是你是假的，你知道吗？而且就是什么违反科学常识的也有，还有这个教小孩装大人的那种，所以那这实际上就是为什么这次山东省这规定会引起社会上那么强大的反弹，因为大家觉得说我们已经被你们骗了很久了，你们现在还要继续就你换句话说，就算它是精华和糟粕并存，你凭什么代替我们来判断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大家对这个呢特别反感，就有位网友说嘛，就是说我以前一直以为这个以德报怨是这个孔子说的，到后来我都30多岁了，我才知道说原来孔子说的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就我以前一直以为孔子是个很懦弱的一个窝囊废，是是是，现在发现不是，人家讲的是以直报怨。所以这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把经典移过来的时候，你其去篡改它，实际上你会抹杀孩子对历史的认知，就是这东西曾经存在，这是一定存在的。你说偷懒的意思我明白了，我现在觉得要教育一个人呢，那真的是非常具体的东西，而具体在生活的一点一滴里，嗯，而不是说是个抽象的一个道德一个规条一个律令，所以你就造成你发现没，几千年来中国人就喜欢说漂亮话，嗯，这个包括这个当领导的，我发现这一讲话，对吧，很多单位里的讲的都是漂亮话，干活的都是我们，嗯，讲的都是一些抽象概念啊，我们要怎么要有什么要胸怀天下，具体的是什么，他就直接把这个价值规则直接灌输给你，就像那个叫你背那个45一样，你死记住，但是死记住他不会化成自己血液的。我刚才广妹说这个分享这个问题啊，你直接跟小孩说分享，我觉得没用，因为人都是自私的，他一定说这是我的，他最早的反应就是我的，这什么都是我的。但是慢慢的他会明白说，你分享给大家，别人才会分享给你。在这种交往过程中，他会建立一种规则，就是说，互相分享是最大的，把利益最大化的一个方式，这样他就会记住，而且他会认同这个规则。你真没见过那种三彩童子型的小孩吧？什么东西都回家拿去给别人的，有真的有，真的有这种小孩，嗯，所以你人能教出这样的孩子呢？我告诉你，很多小孩是天，他真的是天生天性就是这个样子的，他可能觉得说我必须要透过这种所谓的分享，或者是让别人拥有我的东西而得到同情也好，喜欢也好，尊敬也好，什么，就是我真的觉得因材施教还是很重要。除了这个东西之外，我觉得你如果我现在讲，因为我没有小孩，如果我有小孩的话，我的孩子，我介不介意他去接受这样的教育，我介意，但是我介不介意他背不起来他不理解，我也不介意，因为我觉得每个小孩都有他自己的天生我才必有用，嗯，有的小孩可能在数理方面的东西特别专长，有些小孩在文学方面特别专长，有些小孩他就是打电动玩具，嗯，现在很多爸爸妈妈对于自己小孩子打电动玩具很头大，嗯，但是如果你的小孩子打电动玩具打到世界冠军的话，我又觉得这也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这样说就是说，对，但是经常是一个冠军，其他的都不知道流落到哪儿去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中国人走向世界，共靠花拳绣腿，只有掌握核心，才能出手制胜。格力掌握核心科技，成为世界名牌。好空调，格力造。100年前，人类发明了味精。20年前，太太乐创造了鸡精。今天，太太乐倡导鲜上加鲜，加一点鸡精，加一点舒之鲜，加一点鸡汁，味道好极了。
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它就是比较讲究这个推荐和灌输，主要是以灌输，以上对下的一个灌输，我们有老话叫做黄金条子出好人啊，又叫做状元下马拜黄金，就是中了状元以后觉得还是小时候爸妈打得多，这样我才成才。但问题是这种直接的灌输，它就是像我刚才讲那个煮肉这个道理一样，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只知道说啊，这是我必须接受的。那这种必须接受到了他真正明白事理以后，当他碰到一些两难处境的时候，他会很崩溃，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我自己想通的，是你告诉我的。那比如说这是父亲告诉我的，这是老师告诉我的，那有朝一日我发现父亲和老师都没有按照他们说的去做，我的心情就崩溃了，因为我就觉得说哦，原来你们是骗我的，这样就会产生很强的虚无主义。因为现在中国社会很多人虚无主义嘛，是，他就很崩溃，就是发现说长辈教我的东西他们也做不到，他连带就对这个信条都发生怀疑，他就会抛弃这个信条，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问题。我就是很有体会，你知道吗？我比这个当年他们北岛那一代诗人，他还小嘛，大概1976年的时候，我是9岁，那个时候我喊很多口号，跟着去游行，跟着大人们喊这些口号。到后来我就发现我这一波人有什么不同，就北岛那个诗最著名的叫我不相信，是吧？但是我跟你说，到了我这一代的虚无主义，我连不相信我都不相信，对，我根本就对你们这就没兴趣，你知道吗？会产生这种虚空感，对，虚空感没有什么信条，对吧？因为小时候大人们说的话整天都在变，或者说即便不变，你也是说一套做一套，我都看在眼里了。那么你让孩子何以自处呢？可是我发现比我小10岁左右的这些小孩，他们那个肯定想法。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